你问了我许多问题，然而我那时候十分无力可想，现在却想问，时间已久，你是否还愿意听我回答？静静，居然有人给你写信哎，还好几封呢，你看看。静静，展新月，月星回到一星，找到了旧电脑中的一些聊天记录。你问了我许多问题，然而我那时候十分无力可想，现在却想问，时间已久，你是否还愿意听我回答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航天器脱离地球引力需要达到的速度。我以后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些问题啊？其实我是初学者，只是刚开始有兴趣。可以。我说点什么呀？有个问题，探测器要多大的速度才能脱离地球引力啊？这个问题你可以百度。我看到你们在论坛上讨论中美航天技术的差距，我们和他们真的距离那么大吗？群里讨论的好热闹啊，你觉得人类真的能移民到火星吗？又不回我。什么时候才能主动和我说话呀？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航天器脱离地球引力需要达到的速度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三大宇宙速度应该是高中物理课上的内容。你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好好听？为了便于你理解，我简易的画个图。今天信件的内容大概有些枯燥，不知你是否有耐心看完。不过明天的内容会有趣一些。祝身体健康，玉兔。旅行者号，我们的玉兔号，都有很浪漫的故事。但是按照邮政的速度，估计你年前收不到了。静静，春节的时候，你回一星吗？